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！哇塞，这海康 S 又出现了，我们终于要启动它的改造计划了。上一次那个轮框盖啊，那个还好，小小 DIY 而已。我们这次呢，要去把这个前保杆跟车头灯整个换掉，因为上次小师在那个 SGT5 的车展中，有看到厂商有制作这个，因为日本的保杆没办法外销，所以它就是台湾的厂商自己研发的。我们就去跟那个厂商去接洽，然后买到他那一套的前保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要去他的合作的修配厂去安装 TRG AKA 钛包达人。听说他们的改装那个外观套件很厉害，那我们就今天就去请他安装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出发桃园八德 TRG Go。欸、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TRG 啊，台湾总部。然后在旁边呢，这位是这次开发这套这个前保杆的老板，他是在台湾美式餐车俱乐部，他是专门在改一些餐车，很厉害的。那我们由詹姆士詹老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这次我们要安装的那个保杆啊，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其实这支是在日本已经有上市的一个比较复古的套件，他只是说我们很喜欢，但是有打电话到日本去跟他想说要订一组回来台湾装，他不卖。对，日本他们这次的汤威斯的套件好像几乎都不外销。他不外销，他说如果你要装可以，是要把车运过去给他装，他才要装。我怎么可能？他就我回来的时候，就是用类似的造型，我去再做修改，找到就是 TRG 帮我们做一个保杆的代工开模，对，把它开模，把这一组保杆把它开发出来。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很短，对不对？但其实他们中间开发的时间跟金钱都非常的多，大概耗时了大概一年半呢，因为太多细节了。那当初我们开发的时候，那时候台湾有引进你汤威斯的吗？还没引进，你就直接先开发了，就先用国外的版本先做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有些锁点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对，锁点会不太一样。那我们就是用修改的方式，要装哪个？来，这边这一套啦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护盖标会被遮住嘛，所以我这边改一个复古的 Toyota 字标，对，那个很帅哦、喔。好，拭目以待，开工哦。现在这边是原厂大灯的锁点，对，因为这个全世界只有台湾康恩斯这里有锁点，因为它 LED 是台湾做的，台湾的锁点不一样。除了那个大灯需要修改，还有什么地方？还有方向灯，这边挖个洞，对不对？装那个用意是什么？因为它掉件，原厂的那个车子那保杆的扣子才会让它旁边比较贴合。就是勾，让它有肉勾，因为它是要勾在这块肉，因为我们这边有做肉哦，我这边有做肉，它这个肉就卡进去，让它吊着。密合度才好。对对对，我们出板改了三次，肉都慢慢伸出来的。加一次，这边要做修改是吗？因为这个要把它，因为我们故意做肉多一点啊，因为主要是先看看要切哪里，啊，不然它会卡到这个，对，它会胶，因为它咬下去这边会耐奶，对，这边才会再服帖一点，对，所以这边要削掉，对对对，你那边要切，因为它射出的时候泰国没有这一台车，所以我们会故意做一点漏，你看这里就没有锁点，哦，对，这边就没有，我就没有锁点，嗯，对。然后日版的有，它直接钣金应该会有做锁点。我们这支上面是对原厂保杆，因为我们这里也可以挖洞，对啊，竖着让它吊着，就用束带制造锁点，万能束带，万能束带。
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。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比较对对，因为这里如果低调整个要强度，你要靠这一块就好。老板，为什么这个灯都还没装？哦，术有专攻，因为大致差不多修改完了嘛。啊，我们最后的阶段就是剩下大灯，所以大灯还是要交给专业的，因为 LED 后面还是要校正。做专用的，专用的灯。我们只会直接后面做专用的线组，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做那个比较直接的专插，这样子专插上去就会对大家会更好，就不用再做修改，对，也更方便，就拆下直接插上去就完成了。对，最后阶段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专门就是配电的一个厂家，那我们就出发去安装我们的大灯。把这台用好了，从白天啊装到现在晚上，现在是9:30了。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是卡在那个电灯配线的配线的部分，因为这一台跟我前一台等级不一样，我那一台是顶规的，但是线组要等于要重抓，这跟你装的那个灯也不太一样，也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终于把这个用好了，然后功能也都正常。对，功能都正常。非常感谢这个小家工作室的帮忙，他真的是从下午帮我们帮到现在，然后也很谢谢这个詹董，还有那个太包达人的李老板，他们也是全程在旁边这样协助。那我们这个之后啊，我们可能会研发出就是更好、更方便的一个线组。对，因为现在目前遇到都是比较新的问题。对，然后后续我们会改进所有的一些安装的优缺点。我会让它就是更快速的安装，就不会从白天装到晚上。我们会节省到很多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也会去开发专用的线组，好啊，专用的一些配件啊、配件套件螺丝什么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对，之后安装会更方便更快。那我们这台车就是当做他们的 demo， 厢车应该有人装过了吗？厢车第一台。厢车我们是全台湾第一台。那我们最后来请这个詹老板介绍一下你自己做的事情，然后还有这个保感。我本身是在做美式餐车的，哎啊，就是真的是我也签了一台自己的公司的货车的，啊，就是唐 S， 他想说，哎，想说要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就看到日本这个套件，我们哎就很心动，就把它改下去了，膜就开下去了，膜就开下去了，钱也花下去了。如果有喜欢我们这款保感啊，要去什么样的管道去联络到你购买？北区的话可以找 PRG， 哦，太包达人，中部。
的话，可以直接搜寻台湾美式餐车俱乐部，在官方网页直接私讯小编就可以了。因为他们不止这一款包啦，还有很多，对，还有GR款、GR 的啊，就陆续会开发一些套件。对，然后也有别的车款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照一下他们的粉丝专页。那最后呢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那谢谢詹老板，谢谢，拜拜。